联盟一哥天之子，天龙八部千夫指，回神追过众皆知，刮目相看詹姆斯。梦想努力追，马儿也会飞，没错，又再次我马飞。那今天我们就来吹水 LeBron James 詹姆斯。继乔丹和科比两位大神之后啊，就有一个年轻小子在 NBA 里面自称自己为小皇帝，在 NBA 里面兴风作浪，板塞打爷，自己以为是联盟一哥。作为新秀的他，表现只是算 OK， 就可以在骑士队里面当作领军人物。哎，蜀中无大将啊！要叙说这个小皇帝的故事啊，没有其他，只有一堆号码，就是场均几分几分，几个篮板，几个助攻，最快达成一万分数，最快达成两万分数，却没有给球迷们留下一些激励人心的经典故事，能够超越前辈刷新这些个人记录啊，固然是不容易，可是也不稀奇啊，因为现代的 NBA 防守有如豆腐防守，只要我们的小皇帝略施蛮力呢，就可以通行无阻。禁区里面一灌根本没有观赏性。那要形容我们小皇帝的打法呢，两个字，勉强。比起科比和乔丹那如诗如画的华丽动作呢，我们的 LeBron James 更像是一头牛啊，横冲直撞，毫无技术可言。哎，刷完个人记录，始终还没得到一个冠军戒指呢，就开始遭受到千夫所指了。来到了2010年呢，我们的小皇帝终于忍不住啦，他逃离骑士队，投奔热火，以 Chris Bosh、Miami Heat 的 Dwayne Wade 组成三巨头。那就自以为是打入总决赛的时候呢，就开始嘲笑人家，因为他们当时候听闻啊，对手诺维斯基呢患上了新冠病毒，是身体不舒服啊，那就一唱一和，自导自演来个假咳嗽来取笑人家。当时候被这个病入膏肓、正在发高烧的诺维斯基呢，以一招风起云涌的三分雨来熄灭这新官上任的三把火，哎，可以说是阴沟里翻船，给他一个天大的教训啊。那在下一年呢，2012年，我们的小皇帝终于夺冠了，对手是还没有经验的当时候雷霆三少，可是对我来说呢，还不是要靠 Dwayne Wade 哈，凭小皇帝的一己之力呢，根本没办法如愿加冕了。随后来到了2013年，我们小皇帝再次蝉联冠军，险胜马刺队了，可是对我来说 ，no， 还是要靠 Ray Allen 那最后关键的致命三分，延长加时赛。不然的话也没有这个冠军戒指，继续否认他的成就了。好的，那来到了2016年，我们的小皇帝呢终于想通了，他想要衣锦还乡，回到了骑士队，并誓要为骑士队呢拿下一个冠军。那麻烦把画面呢转移到2016年总决赛的最后一场 Game 7的最后两分钟。经过一番厮杀以后，两者之间呢进入一个拉锯战，89比89，情况呢非常的激烈了。那忽然之间呢，球权落到了勇士队，勇士队发起了一个进攻快攻突击啊，当时候在勇士队主场的球迷们眼见伊戈达拉即将要拉杆上篮得分的时候，就是我们小皇帝啊，永不放弃的精神，在最后时刻直追奉献出那一记经典的惊涛拍岸、排山倒海、翻天覆雨的 chase down block。Blocked by James。 那就在那时候开始啊，在下知错了，在下不应该抹杀皇上的之前所做过的一切，皇上恕罪啊，皇上万岁万万岁啊。那我承认呢，是我幼稚的想法，想要捍卫科比的地位呢，而开始否认詹姆斯所做的一切。好，那言归正传，继续插鞋。那骑士队啊，当时候面对着的竟然是赛季73胜、纪录保持者、史上最强的勇士队，而且还在总决赛的时候是处于一个1-3落后逆境的困境当中。那我相信，就算是开出1-100万的赔率啊，这世界上也没有人敢把钱压在骑士队夺冠。可是另一方面，我是这么认为，要是可以给骑士队扳回20分，把比分追到3-3的话 ，Game 7。一定是非骑士莫属，为什么呢？因为士气问题。哎，果然不出我马后炮所料，竟然给我们的皇上詹姆斯扭转乾坤、绝地反弹、逆转翻盘，夺下那个冠军。而且我们的皇上还给全世界人见识到了他的黑纱掌，黑纱掌盖的不只是那无辜的篮球，而且还盖掉了勇士队的士气，盖掉了勇士队夺冠的希望。
整体来说，皇上最厉害的地方呢，就是他有金刚不败之身啊，百毒不侵，万病不入啊。除了偶尔有两声咳嗽之外，果然是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啊。那曾经有一个笑话呢，是这么说的：皇上称霸蓝潭数十载，动过最大的手术呢，竟然是植发手术，哈哈，不好笑。那长大后呢，我是这么认为的：原来不受伤才是皇道啊。那足球不受伤的有 C 罗纳豆，有梅西；篮球不受伤的就有 LeBron James， 称霸蓝潭数十载。这么多年来依然屹立不倒。那王上早期的打法呢，属于暴力打法，只要他球在手，三分线一蹬即飞出十万八千里，谁也拦不住。结局呢，一定是篮底下暴扣，偶尔来个加罚。所以皇上一出手便知有没有。近来 NBA 盛行投三分，皇上呢就索性越投越远，经常一不开心呢就来个冷箭，直接投半场啊。那王上的视野广阔，队友的每一个空档呢都难逃王上法眼，经常就会来一个声东击西，来个篮底偷鸡啊。那我们别以为王上呢只是一个有勇无谋的莽夫啊，只会打球。据说他拥有超高的篮球 IQ， 对于各个球队的战术和策略呢都了然于心啊。那你知道这世界上最好干的工作是什么吗？就是詹姆斯的篮球教练，只需要一招球给詹姆斯呢，就可以翘脚放工，升职加人工哦。还有我们的 LeBron James， 总是有办法让队友们好起来，有王上在，队员们总是相处的和乐融融，就像是 J.R. Smith 这种神经刀，詹王依然能够不计前嫌的把他拉在身边罩着啊，你就知道 LeBron James 是有够 brother。至于球场外呢，我们的皇上出身寒门，从小呢就跟他的母亲相依为命，甚至贫穷的痛苦啊，于是呢就对社会慈善、出钱赈灾呢从来不留余力。那皇上果然是宰相仁厚，为国为民，神仙的化身当之无愧啊！皇上万岁！接下来几年，皇上再也没有什么威水事迹。和凯瑞·厄炳分道扬镳，加盟湖人队过后呢，创造唯一的纪录是八年以来第一次没有办法晋级季后赛。那原以为我们的皇上气数已尽啊，怎知一场惊天动地的意外夺走了一代巨星 Kobe Bryant。当所有人都以为痛失兄弟的皇上就会一蹶不振，回家耕田，但没想到他却能化悲愤为力量，以35岁的高龄在季后赛开启无敌霸王模式，使出浑身解数。那我们可以看到皇上一路闯进禁区，一直拉杆得分，所向披靡，无人能挡。那最终在 Anthony Davis 和一群领着底薪的 Rondo、Dwight Howard 配合之下呢，勇夺2020年的总冠军，以4-2剿灭热火，并夺下2020年的总决赛 MVP。 披上洛杉矶湖人队科比系列的战袍，我们的詹王仿佛是要将冠军献给科比，向他致敬，一同享受夺冠的光辉荣耀。那很多时候呢，其实是像我这些幼稚的球迷一厢情愿的在为偶像打抱不平而互相比较。实际上呢，我们的科比和詹王两大巨星之间呢，他们更多的是英雄是英雄啊，惺惺相惜之情。那毕竟詹姆斯也老了，在 NBA 的日子呢可以说是打一场少一场，接下来呢也只能珍惜有詹王的日子啊。好的，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此为止，谢谢你们收看，拜拜。Hi, Lakers fans. Lakers 2020 champion. Welcome to the Lake Show.